纵乘风2023，最近适逢母亲节，但是他的工作行程非常忙碌。对此，他对儿子静宝觉得很抱歉，但是儿子的回应让他觉得很贴心。他在社群分享和儿子的合照，照片中他扎起头发，脸上敷着面膜，身穿白色短版上衣和居家服。一旁的儿子静宝紧紧抱住他，露出浅浅微笑。伊拉发文写道：“今年的母亲节，大家应该都猜得到，我在忙碌的工作中度过。我跟静宝说抱歉，最近妈妈都没有再当你的妈妈。”他回我说：“没关系，因为你在当大家的女明星。”听到儿子的这番话，让 Ella 觉得很幸福。他表示：“以往都是我们守护着静宝，今年是爸爸跟静宝守护工作压力大的妈妈。”贴文一出，许多粉丝也都好感动，大赞静宝真的很懂事啊。